橘岛，我的美景银行，赖文成。原来巨额的回忆依然储蓄在那里，依然等待着我们以文字与图像的时间存布来提取。请记得不要携带太多的意念现金，你能在任何定点兑换可以灵活运用的视觉。吉贝的沙滩、统盘语的柱状玄武岩，以及长久以来让海水重复刷卡累积了庞大鲜明智慧利息的双星石户，而天人菊的黄色花海仍在辽阔的草原上展示它循环不止的美丽利息，冷却的火山熔岩仍在立基稳固的玄武石股票上投资着。当然你更可以在二坎聚落里寻找先人们用老古石与古老菜宅定存多年的聚落特色。请努力不要让最美好的岛屿生态从大自然的金库中提领一空，请试着让稀有的绿蜥龟在万安岛保全警戒确实的金色沙滩上以活期存款方式一代又一代的继续储存下去，更请牢记你是富足的，因为你已在此次橘岛旅行的提款机里提取了一切美好。当初在创作的时候想说，如果我们能够用比较特别的写法能够让更多人去觉得它很有趣，所以我就把它想成说，哎，那里就好像个银行一样，就像我去领钱，我把美景领出来，譬如我去存款，我把我的心情存进去。那我们澎湖的玄武岩它很特别，是它有保留出它在喷发过程当中的那个姿态，当我们从远的地方看过去，或者甚至我们靠近去触摸它，心里面都会感受到很强烈的悸动。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这个美好的景色把它储存在那里，让我们的后代子孙永远都可以欣赏到这么独特而且属于台湾唯一的国宝。飞越文学地景，看见澎湖橘岛之美。